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大多数能玩吗？如果你不摆布他人，应该玩不了，没这么快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绝。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良机。两个刺客，全军出击。6月份上线正式版，哇，要到6月份啊！很多战争都始于一次秘密。6月份还有3个多月，忘了。忘记这个游戏了。离你的敌人远点儿，离我近点儿。好听就好杀。暴力什么的太糟糕了，先打他一瓶药。我不亏的。哦，那就一颗牙，两颗牙。极度可怕的东西吗？他那个冰，你想要一个吗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没有脊梁骨，不对，灵动能量非常对。哎呀，这个血量刚刚好，舒服。崩了，他崩了。大蛇伤害就是高。我的爱意深入骨髓。他只有12刀。我得去照料一下别的地方。我可没那么容易就离开你的身体。6级之前杀他一杀，6级之后就不杀他了，杀他就危险了。他回家了。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还行，这把没怎么漏刀。毒药有如此之多的形式。游走一波，上路。抓一波，睁大双眼，别怕，我在。只有在通向权力时，上财富才是有价值的。好，他死了。K 沃德，摸你个兵。他特意留了一手技能。当心。我要咬了。
道那个人需要的是什么。他现在有点害怕，他马上六了呀。我喜欢留下一个长久的印象。看你怎么跑。浪费双招，没事。哦，劣势有点大嘛，这把要先出金身。权力需要我得游起来。脚下可能会遭遇打野，好，这个位置非常好，他们跑不了了。打野再也不怕，我六级，我七级很猛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他吃两个头，两个。接来了，接来了，接来了，兄弟，我没招了，赶快走。出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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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，没蓝了。哎，哎，这你大用啊啊！不过他也跑不了了啊。看他把线压进去了，这个线他出来的话是往对面塔下走的，不太好，很伤。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良机，不亏啊，不亏，不亏。或许会离开，但我绝对换了他们三个。其实出这个挺好的。很多战争算了，我还出金针吧。这盘我的节奏不错，我要游起来，劣势太大了。嗯，离你的敌人远点。他，我帮他收了两个头，我说他一波要去塔下的兵，这个不过分吧？而且我不吃他也吃不到啊。下路打麻将。我靠，这么多人！这什么的太糟糕了，来得及吗？差不多，好的，都得死。这个打野不打野不走，很好留刺杀，就卖了，全都卖了。哇，他的队友直接好果断啊！四个人也不打一打吗？小一波回来，大面具。直接就卖了。我们都戴着面具，有些人的面具则好过其他人。还可以，我的补刀很多，人头也有。
为什么老是这个玩蛇女，玩蛇女的时候每次都有人让我出鞋子，换个梗啊。就离开你的身体。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杀不了。他出水银鞋，过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我得去找他。好了，好了，他队友马上要来了，他比较灵活。只有在通向权力时，孩子才是有价值。有两个头，这个水银鞋救了他，真的解控解得太快了。他回了，你觉得你能回得去吗？这是一次尝试。我欣赏你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要的是什么。他在浪费时间。哦，这骑士这么厉害，我杀了他一波。大蛇丸呀，我可是完了，这个角色无敌了，感觉我的队友比刀刃更加锋。等一手，等一手，这金身还是要等一手。即将脱落，换个梗吧，别老是让我出鞋子了。优雅蛇形卡笑佩亚获得44移动速度，但无法购买鞋子类装备。喜欢你所看到的东西吗？换梗好不好？权力需要精度。嗯，可以。翻身农奴把歌唱。游起来了，完蛋，蓝 buff 又猛的了。你怎么跑啊？哎，600块，舒服。他没有视野。耐心，亲爱的。看不见我。近身呢？我近身呢？延迟导致的呀，我今天拍不出来，是为什么？
喂，我中亚傻肉怎么失灵了？boss 的，讲道理，应该是开得出来的。如果你不摆布，算了，真小龙球。哎，这 boss 伤了，六个人头的卡乔佩亚被带走了。哎，他还没走。哇，这个杰斯好肥哦。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良机。蓝 buff， 大他。哎呦，这人头 K 的。这人头 K 的，他值钱了。你说你吃个头干嘛？离你的敌人远点儿，离我近点。俺追他喽，我得回点血。暴力什么的。糟糕了，没大，有大他死了，有大他真死了。你们绝对渴望的东西，你想要的，我也许会离开，但我绝对不会离去。不要诱惑一条小龙蛇，谁的？他们的吧。这杰斯是个 boss 啊！没有脊梁骨。好，哎呦，二 v 二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可以，打赢了。比想象中强很多啊！哇，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，兄弟！原来是还有火男在。还好，他果断收手了，不然他就是送 buff。我得去吃个蓝了。想想我能提供的，兄弟，给个蓝，真的，给个蓝吧，我没蓝太弱了。只有在拼上全力时，财富才是有价。漏了，当心，我要咬你。等我，蓝不是很多。被发现喽！还输，
后面帮我看一下，杰来了，不能往那边走。哟，我操你！What？ 好尴尬。老板，想象中不一样啊！这个人居然不是选择步行回来，是避回去再过来。太呆了吧！这死的。命运比刀刃更加锋利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完了，丢了。快！我感觉这波有戏。他们血量并不多、哦。别怕，哎呦，没读到他，你敢与我正面交锋吗？拜拜，兄弟，读到你就没了。不要有任何想法，不要有任何想法。瑞雷尔冰晶结账，持续减速，因为我的毒是持续的。住你脚下！耐心，亲爱的。大的。欺负我，我被欺负了，我被欺负了。四个，这个杰居然没死，他没有被我毒死。大龙收吧，收吧，可以的。我现在毒人太痛了。如果你不摆布他人，就得任人摆布。必须服从，不是能不能服从，必须服从。死亡临时。没战斗力了，他大爷死了，吃了我三颗牙。这杰是很肥，但是他打不了输出，我对他的限制太大。你不要守这个塔，守这个塔你就死了。行。没事，空大无所谓，反正他打不了我就行。暴力什么的太高点没推掉了。
柯凡，怎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呢？为什么一来就是三五个？金身都开不出来，难受。小龙，小龙，哎，切魂卷没了，无字天书。火活，不要用火。快！我操，没视野。哦，这好难受，我左边还有人。哦。我会料理好一切的。这个好晕啊，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只有在通向全力时，才是。哦呦，这个不行，得推他。哦，你别冲啊！好好好，扛推他，扛推他，扛推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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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推他就对了。我得去照料一下别的地方。我你，你这个还对着我放大，你不怕我实话？你再追，再，哎，再追，哎，你再追，哎，嘿嘿，哎，嘿嘿嘿，刀刃更加锋利，别别，哟，还是被我毒死，哎，哈哈，说活。所看到的东西吗？奥迪拿不了，我们拿大龙吧。大龙。权力需要精度。大龙收。来救你了！注意脚下！大龙直接打，快，兄弟，他们暂时不敢来。我法术机关枪，大龙巨快。
心，亲爱的。哎，我收个蓝，哎呀，蓝不多呀。给我个蓝嘛。战争都始于一次命运，放他一马，看他长得可爱。离你的敌人远点，比我近点。好像不用回来，买不了装备。他很奇怪，我被防御塔针对了。哎，他为什么打我？不是火男都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。蓝枪在那边，又有小兵，他为什么他打我？为什么？火男仇恨已经拉断了呀，到这里了都。僵硬，你有极度渴望，可能是防御塔看我比较可爱。你想要一个吗？最后一波。Double kill. Shut down. 这波有闪，可以二闪牵手。720。一颗毒牙190，额外300，530，这什么概念？我一秒钟可以放4颗牙，加毒，加面具，加持续，一秒钟可以打3000点，3000的伤害。推不了，哎，我也许算了，推中吧。我吃个药水。怎么不出鞋子？又问我为什么不出鞋子？
每次玩神女都是问我为什么不出血。还得打大龙啊，出不了。当心，我要咬你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要的是什么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扫描。我喜欢留下一个长久的秘密。法术机关枪，绝非浪得虚名。隐身看不见，我操！尴尬，看不见人。发起了投降。退出了游戏。行。他跑了。他不打架他跑了。他跑过来送了他就跑了。这个人。这个人也不说话你就跑了。可以。搞得可以。注意脚下。这就很烦。这个位置非常的阴险，耐心。哎呀，如果你不视野，你有视野就得认人。没了，三打五。发起了投降。
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efeated.